你好，这是拿走吗？没有拿到，里面零糖去。哪里啊？里面有零四，就是零糖，我不拿。我可以进去吗？啊？我可以进去吗？不能进。为什么？你是谁？你为什么打扰我？你是谁？你是谁？我是中国人。Oh no! Somebody has some sort of grievance.They end up taking it out on complete strangers, and then we have this type of thing of the government trying to stop it from happening. 你别，你别的，不要拍了。那我们，我们，赶紧走。那你走，你走。赶紧走。那我们要跟，你别，你别做那个。我也给警察打电话。你给警察打电话了。那行，可以，好吧，那行，我可以。好好，行，可以。哎，你是谁？你我是中国公民。你没有权利打扰我们。我是中国公民，你在中国拍，你没有权利。你有裁判证吗？